为静止物体当受到外力大于摩擦力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发生位移。而这个外力移动是地球引力，原本是来自于未知的神秘力量。哇，怎么他自己掉下来，他自己摔碎了？他跟你一样不想活了。是从2050年过来的，大肚腩，双下巴，这也太像人了。这谁呀？他是王阿姨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。真是喜欢 cosplay 呀、今天那人，人家那是这个杀手不太冷。进学校的时候你酷一点。完全没问题。虽然飞行来过，我爸可以作证，不信你们他。昨晚我确实也没看到，净看你妈了。